欢迎你们来铁花村。今天铁花村的形式很比较特殊，它有点像，有点像这样讲音乐同乐会。对，我们每个礼拜四都会有设定一个主题。对，就像我们从开始铁花特调 Don Style 有点部落，像今天的主题是我们要唱80年代的歌曲，就大概是在 OK 啦，那在民国70年到80年左右的歌，对，然后我们准备了50首歌，外面有歌单。然后会欢迎大家可以来报名，上来唱歌，唱首歌，做一点分享。好，我是铁花村的村干事，我叫大大。我会请到第一次来铁花的朋友。OK， 好。他是我太太，对，然后夜间部同学啊，对，那今天我们家音乐总监上去跟那个去争取音乐人来这里表演，对，所以我们的 keyboard 手呢，今天临时请到那个穿着足球衣待会去踢足球的人。嗨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每周四晚上9点在体育场有足球赛可以踢哦。然后我刚刚才得到一个消息，我们今天唱80年代的歌曲，结果我们的 keyboard 手说，我那个时候才出生，然后这些歌跟他很不熟，很想打人嘞。这么年轻？没事，我们先唱一首他才王唱的那个80年代的歌。糟糕，我还在选我要唱什么。花抓舞会好不好？有没有人报名？外面有没有人报名？还没。害羞哦。所以我可以唱花抓舞会，然后没有人会跟我抢。有，你会唱？你会唱吗？不是，我看到你窃窃私语，因为我是点了你们的歌曲，心里面有没有想好？我们外面有歌单，好吗？你要唱这首歌吗？不好吗？有手吗？我们应该唱和。C。好了，我先唱，然后我们再唱合唱。没关系啦，对，我习惯被你抛弃。那这样啦，我现在唱这首歌曲《化妆》，我有没有听过这首歌？没有，讲过大声，没有。我大姐喜欢听这首。被忽略的
别。